大家好，我是普凡又上天生飞影战马子，丁群游白书之名工程武术的小阎王林杰，真的生生来了，睡到掉渣。那个各位啊，昨天晚上要睡的时候，然后我的习惯性嘛，就是会上去我弟法兰克先生的这个账号，然后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还是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昨天晚上就是一样，工作忙得比较晚嘛，然后看一下，结果不看没事啊，看了我睡不着了。我就看了一下他这个魔界转盘这个地方怎么给他冲到第一名去了，12000多积分。那假如说用这个钻石去换算的话，1000抽好像就是10积分吧，我记得。诶，1000抽是10积分吗？反正就是数字有点惊人呐。然后我想了一下，然后我就给我弟打电话了，1点多吧晚上。然后我就第一句话我就问他说，你抽转盘有没有抽到大奖？他就很淡定的跟我讲，没有。哎，那我就把电话挂了嘛。那这时候电话那一头，我挂了电话以后陷入沉思，我就去看一下这个账号到底多了些哪些资源，因为没中到这个奖池 50% 或者是 20% 这个大奖嘛，那肯定就是中这些零零总总的什么咒文啊、心灵石啊、地底碎片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这样子看一圈啊，感觉地底碎片还有树的碎片跟这个角木套应该是最香的，就是最好的一个东西了，因为抽不到那些东西嘛。然后我就统整了一下，弄到了些什么呢？九个角木礼盒，然后这个招募券的话大概应该多了150多张吧，然后树的碎片的话应该有多个85张碎片还是90张碎片，就算85吧。然后护日旅地的话大概是多了70多张，那这个钻石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了，反正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啦。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社会里啊其实就跟这种机制都挺像的，人生社会沿路啊可是会充满了相当多的一个诱惑。就例如又白树的这种小红点吧，来各位我问你们啊，你看到这小红点你会不会很想要给它点进去看一下，或者是点进去把它就是把它消掉还是怎么样的？你们不要跟我讲说都不会啊，肯定都会的。然后或者是看到有一些人抽中好的，你看例如像这个样子，我都会去点这个啊，中奖公式，我就去看有没有人抽到好的。那抽到好的嘞，就会想要跟风，就很像是我们在社会里面看到有些人，譬如说，哎，加盟什么店最近很流行，一堆人都在加盟，然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我们的小宇宙就会思考，哎，这东西是不是我做？这生意我能不能弄啊？其实啊，这个转盘机制设计的真的是疼奶奶的，还真的是挺好的。他会每天送你抽一次，24小时会更新嘛，每天送你抽一次。然后你会看到各个社群的人就会开始会 po 说自己哎抽到什么东西了，一抽一发入魂抽到角木套啊，或者是一次抽10次，然后得到了多少这个券啊，多少角木套啊，多少钻石，感觉都好像挺划算的。那你肯定会经不起诱惑，那你就会哇靠，你自己给他抽下去了，就不会只会抽一抽啦，一定都是抽这种10连抽的。然后你不小心抽下去的时候，轮盘积分它的这个送礼物的红点就来啦。像这个之前一开始最早开始送的话是50积分就会送了，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假如说抽10连抽，那你50积分跟100积分的这个小红点就亮啦，那你就把它点开来哦，那你就送你的一些转盘币。好，那你这转盘币你会留着吗？不会啊，你肯定会抽啦。然后你可能抽了以后，你就会想要直接按10连抽把那个凑满直接抽齐，然后凑齐了以后，下一档哎200积分，不好意思，你就默默的到达了。那你到达200积分过后，你就会又会送你一些积分币，那个转盘币，那你又跟着继续抽，这时候你心中的这个小恶魔就会一点一滴摧残你的心，反正你就会想说，哎呀。反正没差这几百赚啦，反正我就领到下一档奖励就好啦，真的就领到下一档而已，真的真的。结果领到下一档过后，你领到奖励，你又把它抽完，你就会发现好像还差那么一丁点，不然再给它补抽一下好了。然后就这样打啦打啦打，
哒啦哒啦哒，这个一千钻一千钻一千钻就这样直接出去了。所以你就会发现，钻石就会像法兰克先生他这个钻石一样 ，Sorry bro， 清空了，就这样子。其实啊，各位，我们来换个角度想想吧，就是这其实跟博弈好像又不太相像，因为博弈可能是到最后换到最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这个起码好像稍微可以换到一些东西。不然我们大家一起来细算看看，法兰克他这一次弄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到底有没有亏？我相信这是大家好奇的。那我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抽数这个东西，他当初好像就是四绝零五片还是零十片，然后所结算那一次活动的。然后现在我们来以保底抽 UR 一支概念，大家来回想一下，之前我不是有直播几次影片嘛，然后不是好几次都很衰吗？非洲人在世，200抽保底我才抽到一支 UR，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好，我们不要说我们这么衰，我们就当做150抽可以抽到一支 UR 好不好。那150抽算上一张券是180，然后这样子是两万七千钻换到一支 UR。 然后在法兰克这个部分的话，将近抽到了三支数，然后两支半的弟弟。那我们这样子来算，就是五支半好了，那就是27000一支，好，然后乘以5.5，那就是五支半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话是148500钻。好，我们再来算算看角木的话，它 total 是抽到9个。那台服目前没有可以单用钻石可以买角木的一个活动，那刚刚好陆服有出几次，就是像角木啊、牛金牛啊、鹿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鹿啊、鼠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有出活动，3000钻可以换一个，就像这样子的一个礼盒换一个。那我们直接参考陆服的行情好了，3000钻换一个角木，所以他抽到9个，所以是3000乘以9，那就是27000。那我们再来算一下限定招募券，他那个时候我这数字我是大概抓150张啦，因为我记得好像2天前啊，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限定招募券好像是130、140，那我就直接抓个150张好啦。那现在我们在台服这个地方，他的这个行情的话，你们大概应该都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常常都会去刷新这个钻石商店行情？我就把它定750钻换5张，这是黑市买的，也别跟我说450或者是540张，不好意思，我脸黑，最近真的都遇不到，抽不到，所以我们去算，那就是150张，好，然后直接去除以5的一个基数，然后等于是30。好，那30的这个基数，我们去乘以720钻，那就是27000。好，那我们还有一堆阿萨布鲁的这些蓝色晶石啊，或者是这个绿色的什么兽灵礼盒啊、经验药水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还有皱纹的这个礼包嘛，对不对？礼盒。好，这些东西我都不要去算了，因为这些都是免费资源，都可以免费得到，所以我不要拿钻石去做衡量。好了，我们今天来算个总账好了，来14850钻，然后这个是关于 UR 碎片去换算的这个。那27000角木套，9个角木套，然后27000的这个限定招募券，然后最后我们做个加总，202500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活动到底消耗钻花了多少，来你们看一下，125205钻，这样子减下来大概是7万多，还有7万多的一个盈余。假如说是以这种比较佛心的这种算法，就是这个样子。哎，对了，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假如说各位大佬啊，可以放过法兰克先生的话，假设他真的是拼到第一名，好了，不要，我感觉文老爹之类的这种大咖角色肯定会冲上来的。那他假如冲上来，那 maybe 我就是第二名，假设啦哈，因为一服的部分很多大佬卧虎藏龙。那不然我们就设定我们可能可以拿到一支半的一个 UR， 那运气好的话可能就3支啦。那我这样子我就去抓40500钻，那就一支半去抓这个东西，那202500加上40500，那就是243000。哎，刚那五年好像跟我这个消耗的这个金额好像快一倍嘞，就是等于好像赚了12万。反正啊，我那时候我还想一下，哎，
法兰克他是一个工程师，该不会连这个都算到了吧？哎，这太胡烂了，不可能。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反正我觉得就是运气，运气啦。这种结果绝对是运气出炉的，这怎么算呢？算都算不出来啊！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奖池，中奖公式哦，不是看中奖公式啊，看这个活动详情，也不是看活动详情，我们看什么东西？它不是有个几率吗？就是抽到这个奖池的几率，好啦，不管是多少，反正一定是很低很低很低啦。那法兰克都抽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这个奖池58、奖池28一次都没出？所以这东西抽这个东西，哪次不跟运气有关？像这种转盘游戏啊，真的非常拼脸。大家记住，小赌可以怡情，大赌会伤肾伤肝呐、啊。使用者请记得服用过关丸，过关丸，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啦。那我觉得看大家是用什么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铁牛哦，这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YT 主，他的频道就有说到，我只是把钱哦变成我想要的一个样子。那我们这边就是讲说，我只是把钻石花成我想要的样子。像有些人把钻石攒来是拿来干嘛的？抽卡呀。有些人就是想要抽 弄。那法兰克就是换个角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轮盘转盘下面，我觉得这个几率上来讲，感觉上还是 OK 啦，运气还是还好一点的。不过这影片分享了这么久，也不是要跟大家讲说，走啦，赶快梭哈自己的一个钻石啦，要拿自己这个全部的一个钻石拿去敲下去这样子，或者礼包冲下去，不是，这东西我觉得太拼运气了，这东西我都不敢讲。反正我觉得玩好自己的节奏，最近感觉好像听到有些人这个觉得，哎，这游戏好像就这个样子了。啊、不然游戏是哪个样子啦？游戏不就是这样子，慢慢玩，慢慢玩吗？那尤其像这种卡牌游戏、情怀游戏，我觉得玩出自己的节奏，玩出自己的一个想法，玩出自己的一个心得，那不就这个样子吗？对吧 ？OK， 那我觉得他这一次啊，其实法兰克这样搞啊，好像也 OK 呢。你看，我想一下，现在九十张碎片，那假如说顺顺利利可以让我拿到个第二名或第三名的话，那下一次数出来了，是不是只要抽个一只到两只就大功告成，五绝毕业？所以，哎，好了，不由得还称赞一下法兰克。只是你为什么不让我直播抽这些东西呢？这样子不是很好玩吗？可以跟大家共襄盛举嘛，是不是？好了，反正今天这个影片不是分析什么角色，也不是分析什么阵容，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一次的这个轮盘游戏运动、游戏活动，哦，它实际的一个概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像还可以啦，凑合还可以。你看这个弟弟，都快四绝了，是吧？原本是三绝零片，然后搞到这个样子，我觉得也 OK 啦，是吧？好，那这个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个收看啊，还没有订阅森森来频道的朋友，你可以帮我点个订阅，然后喜欢的可以按赞分享，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哎，对了。有什么想要我拍的一些题材，或者是想要这个我去着重哪一块部分，都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讲，然后我都会去看一下你们的留言，然后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这个频道上面的一些影片可以去增加改进等等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大家拜拜。